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 JHamster。JHamster 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工具啊，它是一个就是 Java 和这个各种前端混合应用的这个全栈开发系统。很多代码都是自动生成的，这里面然后具备完全的自动测试功能，这个功能呢是非常强大，但是这个系统也是非常复杂。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份材料啊，一份是我写的这个开发 guide，这个开发 guide 呢，主要是以这个就是说它的代码解析为主，代码解析为主。第二个呢，是我总结了一份这个 JHamster 的这个开发文档，这个是以它文档为主。然后，因为它原始的文档嘛，就是原始的文档是这个就是英文的，这个英文的啊。然后那个我做了一些翻译，可能有些都是这个机器翻译的，基本上都是机器翻译的啊。就是这个，还有一份资料呢，就是它有一本英文的书籍。所以关于这个 JHamster 的这个资料呢，那其实不多啊，不多。大概我觉得，通过这个掌握的这个三份资料呢，给大家那个。做一个这个应该能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啊，让大家能够掌握这么一个就是使用 Java 开发这个现代的基于 Cloud 的这种微服务的系统，然后可以支持各种这种前端，支持这个它有大量的自动生成代码，自动测试这样的一个系统啊，我觉得还是。就是单从这个传统的系统开发来讲的话，这个 JHamster 是把这个传统的系统做到了极致啊，应该是做到了极致。下面我们先从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中文文档来看嘛，因为这个从这个入手的话，让大家对这个很多概念，能够比较清晰的了解。可能这个很多都是限于这个技术的讲解，后期的话，我们看这个开发 guide 的时候，可以一边看一边那个，看代码，然后这个技术栈，我们看看这个，所以说这个就 JHamster 使用哪些技术呢？使用了这个，首先前端大家知道三大这个开发技术 Angular、React 和 Vue，它都用到了，它都可以在这里面使用。然后关于这个。自适应的这个 Web 设计，它支持这个Bootstrap，然后还有这个 HTML 的 Boilerplate 模板。这个其实这个也 Boilerplate 的话，也是一个这个模板式的设计啊。这个 Bootstrap 呢，它是做出的画面可以自动适应这种不同的这个规格，然后兼容各种浏览器，支持这个国际化。支持这个 SaaS 设计，这个其实这个里面，看不出有什么，因为它是基于 Spring Boot 的，所以关于 Spring 的一些这个，这个 WebSocket 的，它是支持的，因为然后它这里面有，可以支持这个 NPM 安装最新的 JavaScript 的库，这个因为它是前端是 Angular、React 或 Vue 的话，就是需要这个 Node.js 的。然后，它使用 Webpack，优化热重载。其实这个使用 Webpack 的话，它可以让 JHamster 跟这个 Spring Boot 很好的这个绑定在一起，然后就是在一个单独的服务器里面就可以运行起来，然后支持各种这个测试，JTest 和这个Protractor，这里面都是测试自动测试。自动测试可以写测试代码的，然后前端呢还支持这个 TurnLeaf 模板，TurnLeaf 前面我们有专门的讲解啊，可能还没讲完，大家可以参照我们前面那个日文讲解的这个 TurnLeaf。然后后端的技术呢，主要是它是基于这个Spring 的应用，Spring Boot，首先是。主要是基于 Spring Boot 的这个提供的应用，然后可以支持使用 Maven 和 Gradle 进行构建，然后开发与生产文件配置的分离，这个其实就是用 Maven，你用 Maven 的话，
就是可以实现这个或者 Gradle，然后去这个就是说，它里面可以支持两套配置文件，一套是比如说这个就是 application 的 properties 吧，它可以加 application 的 properties 点 product，或者 application 点 properties 点 development 这样的，可以支持这个分离。两套配置文件，然后 Spring Boot 的 Security 组件可以使用 Spring Boot 的这个加密，就是用户密码的这种加密和这个认证过程。然后这个 MVC REST 就是可以做 REST API，然后当然这个是接口格式的，对吧？然后 Spring Boot WebSocket 的构建，主要是跟它前端的这个 Spring 这个。这个 WebSocket 的，就是可以，其实就是可以做这个 push，就是，然后 Spring 的 data 的 JPA 和 bin 的校验，这里面 JPA 的话就是读写数据库对吧？读写数据库，然后，可以用 Kubernetes 或者是这个，MapReduce 对吧？然后 bin 的校验呢，就是这个 bin 可以通过写校验。在这个 bin 的定义里面写校验，然后最后在输入或输出的时候，能够给出这个错误提示。比如说，一般的校验就是指这个 bin 里面的某个字段，它是不是那个，就说是必须的，或者是长度限制呀这样的一些。然后它是基于 Liquidbase 的数据库更新。这里的 Liquidbase 呢，就是说。是它的一个数据库方面的这个驱动程序，也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数据对数据库的变更，都进行版本管理，进行版本管理。这个，然后如果你需要，提供这种高级的这个搜索功能的话，可以就是说让它和 Elasticsearch 这样的，文本搜索引擎，然后联合。然后支持这个数据库的话，除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关系数据库，还有这个 MongoDB 和 Couchbase。这个 MongoDB 是一个文件型的数据库，然后是 NoSQL。然后这个 Couchbase 呢，就是这个大家可能用的不多，就是也是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基于内存的数据库，然后 Cassandra 支持，然后 Cassandra 这个也是这种全文本是，就是，也是一种这个 NoSQL 的数据库，Kafka 呢，这是这个就是消息队列，用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消息队列啊，然后它这是它后台，然后就是我们用这个开发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做这个微服务这个部署。微服务部署的话，微服务有几种实现，一个是基于 Spring Cloud Gateway 的实现，然后还有这个是基于这个 Netflix、Yorka 和这个 HashiCorp、Consul 的这个服务发现，这是微服务的这个，这个里边呢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跟开发的话关联不大，开发的话就是说关联这个前端和后台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微服务技术栈主要是，它这个发布过程，还有这个是，生产环境，生产环境呢是指这个，各种为这个，应用程序提供支撑的这个环境。像 ERK static 监控啊，Matrix 这个监控，然后本地缓存呢，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缓存，缓存的话，其实也不是所有的都知道，我知道像 Memcache 或者是 Redis 这个可以提供缓存，然后还有静态资源优化，可以，就是说把这个静态资源用压缩形式，压缩保存，然后。基于一些这个静态的资源的话，你就不是轻易更新的，然后它可以预缓存，应该是，然后用 logback 管理日志，用 logback 管理日志，还有，HashiCP 连接库带来极致的性能提升，这里具体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连接池的这个概念嘛，就对数据库使用连接池，然后它也是最终，因为后台的话是基于 Spring 的吧，它是构建标准的 WAR 文件或可执行的这个 JAR 文件，然后这个提供有完整的 Docker 和 Docker Compose 的支持，然后支持这个主流的云开发商，这个 AWS、Cloud Foundry、GCP、Heroku、Kubernetes、OpenShift 的。二级的 Docker，那这里有很多各种知识的啊。然后，如何安装这个 JHapsS 的呢？然后它提供了四种方式的这个 JHapsS 的安装方法。然后第一个是用 NPM 进行本地安装，然后这个 NPM 的话是那个 Node.js 的一个。就是安装 Node.js 以后有的一个这个工具，然后主要是适合于这个 Node.js 它是把这个安装配置文件定义在一个这个就 package 点 json 里面，然后根据这个文件的内容这个库，然后进行安装。然后其实跟这个 npm 相同的功能用 yarn 也是可以的。这 yarn 的话跟那个大数据里面的 yarn 不一样啊。这两个，都是一个可执行程序，而且很容易被弄混，很容易弄混。一样，有时候呢，因为 npm 安装的时候，安装 Node.js 的时候，它有时候就有些库找不着，那你可以用 yarn 的话就能找得着。那个就反正这个，或者说有时候用 yarn 的，好像就是它能找的范围比这个npm 要广一些啊，感觉。可能用过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是 Docker 的安装方式，就大概这四种，一个是用 JHapsS 的 Online，是不需要安装，它就是直接这个使用这个云这个服务里面。我们看具体的这个 JHapsS 的 Online，无需安装 JHapsS 的就可以生成 JHapsS 的应用程序，然后你生成以后就是可以用这个，就是第一次你可以不用安装，然后，就是要进到 JHapsS 的 online，这是一个网站啊，那个网站，我们那个这里有链接，我给点一下，让大家进去，可以给大家留一个这个路径啊，JHapsS online 可以在这里在线使用，就 JHapsS 它自己做的，相当于是云端的这样的系统，你可以在这里 create application，然后如果是想体验它完整的功能的话，可能尽可能使用 npm 这种安装，对吧？管理前 npm 安装主要是管理前端代码，使用 npm 进行本地安装，我们要安装。Java 11使用这个 OpenJDK，对吧？然后从 Node 官网安装这个 Node.js，然后安装完 Node.js 以后，就是下载这个 npm 这个 generator 这些东西，然后其他的那个安装这个可选件，然后它这里面的蓝图到后面我们会细讲，就是。它提供了很多模块和蓝图，这个是可选项啊，属于它的插件。然后安装完了以后呢，就是比如说创建一个应用程序该怎么做，因为我们这里按顺序啊，这是凡是有链接的地方，那顺序可能都会讲到。然后安装 Java 的工具，那你不能使用 Maven 还是 Gradle，JHapsS 会自动为你安装这个 Maven Napa 和这个 Gradle Napa，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 Maven 的 Napa 和这个 Gradle 的 Napa 帮你生成这个就是关于这个项目的这个比如说 P 处理文件，就是让你 build 的时候使用这个 P 处理文件去做，那就是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否则你的安装这个
官网的这个 mapping 呢，然后或者 Gradle，然后然后你再使用标准的这些命令，标准的命令的话，反正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但是有时候可能不如这个 Lapa 里面的这个命这个系统里面提供的这个那么方便。然后，要克隆这个，要克隆 GitHub 上的一些项目，所以需要安装 Git，也可以使用 SourceTree 之类的工具去进行这个版本管理。其实我们一般的用 VS Code 去编辑的话，Source Code 其实可以不用了，就是正常的，版本管理它里面都有了。GitHub 的还试图将你的项目提交到 Git，如果已经安装的话，然后就是我们看用这个 generator 之后生成的这个，先安装它以后，然后用它生成项目，创建应用程序。创建应用程序的话，你就可以创建完了，就可以直接把它这个应用程序，push 到这个GitHub 上面去。然后补充程序，它使用这个 Yeoman 实现自动代码生成，这里面会有很多这个 Yeoman 的这个生成的这个东西。然后它是生成了以后呢，自动生成代码就放到这个文件里面，这个文件里面。所以这个文件的话，就是这个自动生成的使用的一些东西，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可以在项目里面具体看它里面的内容。然后除了 npm 以外，我们可以用 yarn 代替 npm 去安装。这个 yarn 的这个安装命令跟那个差不多的，yarn global add generator jhaps 啊，就是这个记住这个就是你装了 Node.js 以后，它这包括跟前面用 npm 一样。它就是把这个 generator jhaps 就是说给装到这个 Node.js 的这个系统目录下面，然后等同有这样的一个可执行文件，其实它是 JavaScript 的文件，然后有了这个文件以后，你就可以用这个 Node.js，其实是因为有 Node.js 的环境，所以它就可以运行，这个运行就是帮我们生成一个JHaps 的 application，然后这个故障排除，如果里面有一些这个遇到问题，就确保 pass 中包含了这个文件路径，这个在这个，这里其实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单独去解决，这里面有一个，可能它新的版本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然后还可以用多核安装。我们刚才讲了，用可以 online 使用，可以用 npm 安装，可以用 yarn 安装，还有一个就是使用多核安装。多核安装的话，我们就下载它的镜像，使用多核或者多核 composer 去 paste，然后这里它有一个定制的多核文件，就是这个多核的话，我们后面会做详细的介绍。我们现在用那个 nano 多核已经建了，很多多核的这个生态环境。生产或这个开发环境，然后那个 Nano Doc 呢，它使用了多个和 Compose Up 这个东西来管理这个多个的编排，所以当然这个就是说它是编排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个项目你需要有多个文件啊，但是多个文件，那你需要用多个本身的这个命令来管理，但是如果你这一个系统里面同时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多个文件，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项目的话，那怎么来管理整体上管理这些，这样多个文件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案啊，像 Kubernetes，对吧？多个 Compose，这个都是这个其中的方案。我刚才讲的这个 Nano Doc 呢，其实它没有。它就是说，利用这个 Docker Compose，然后，为很多这种开源项目，或者是数据库啊，或者是这个使用的工具啊，就是来管理它们。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一步到位，一步到位。你 Docker 的话，你再去 Docker Hub 上去找这个 Docker file，对吧？找这个 Docker，
啊，或者是知道这个 Dockerfile，这样 Dockerpost 里面它就是帮你把这些东西需要常用的这些东西都找到了，那是这么一个东西。智能建造这个镜像的这个叫 Docker Hub 对吧？这个 Hub 点 Docker 点 com 里面其实已经有这个 Jeffs 的这个东西，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Docker 下载下来就可以运行，就可以运行。有本地的话是，那个 Windows 环境有那个 Docker Desktop 去管理，然后下载完了可以启动。那 Linux 环境也是有这个一些命令可以去做到这一点。然后这个具体的安装的话，大家有问题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这个继续看下面的这个环境准备。环境准备的话，这个是开发了，就是 Linux 下面。怎么去使用这个 Docker？这个 Docker host 的 Docker 的话，它也有很多命令操作，也有这个用 Windows 这个 Desktop，和这个 Docker Desktop for Mac，这个这样进行管理。给大家简单的讲，看一下我这里 Docker Desktop 能跑起来吗？Docker。但是，这个可能，包括 desktop，好像我这里没有了啊，这里面先不管它吧。我们那个，继续看这个文档。我们先用这个关于这个 Docker 的本身的使用的话，我们以后会专门做这个教程来讲解，在 Linux。Mac、Windows 上都可以使用，都可以使用了。然后你使用 Docker 命令，Docker 命令去取这个 Docker 镜像的这个命令就是 Docker image pull，Docker image pull 这样的就是去取的 Docker 镜像。然后当然这后面可以跟一个版本号，跟什么一般的是 master 或者 latest 这样的。然后下载以后呢，我们想运行镜像的话，我们要建一个这个目录，建一个目录，然后将容器的这个中的 home 文件夹共享到数主机的 jhaps 下面。共怎么叫共享呢？就是看不同的这个方式啊，不同的这个在 Docker 里面可以进行设定。可以设定，然后它的这个，就是有几个单口需要设定，就是 Java 的这个应用程序的单口和这个 Browser 同期这个单口，还有这个 Browser 同期 UI 的这个单口，这个大概有三个单口，这个不同的单口呢，就是提供不同的这个对外服务，然后我们就是说，如果是在 Linux 环境下，直接用这样去启动就可以了。在这个 Windows Desktop 里面呢，我们找到这个 image，然后这 image 的右击启动的时候呢，现在它是需要填这几个端口的对应的端口，如果你不填的话，它默认的话就是用原来的端口。然后这个 image 这是 image 的这个名字，然后我们就可以有 Docker Desktop 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到这个，叫 container 这个目录下面看到这个，这个 Docker 是不是已经启动了？就是 Docker 的话，就是它其实就是跟这个操作系统有点类似啊，就是你这个，刚才去取的是我去镜像，是叫镜像，叫 image，然后你起来以后，就在 container 里面就是叫 instance 实例。那叫实例，container 里面的，就是多个 container 里面的，就是它的，就是它的实例，就相当于一台，机器带有操作系统的机器，就这两个区分开啊，container，所以实例的话都有一个 container ID，然后它的，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我们用命令的话，就是多个 container ps 这个命令，你可以查看到有哪些这个 Docker 在运行？
这个它的运行的话，它有多有 container ID， 有 image， 对吧 ？image 就是我们最这个找的这个东西。然后，你想进去它的话，进去它的话你想执行什么命令？执行的什么命令？就是有还有一些共享目录啊、端口啊这样的一些信息，什么时候创建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状态、端口啊，各种信息都能通过这个Docker container 看到。你也可以。想停止这个 Docker 的运行的话，用 Docker container stop GitHubs 的，来再次运行，start Docker container start GitHubs 的，这里需要给这个 container 命个名字，这里就最后一个是它的 names， 如果没有这个命名的话，你可以用 ID 来，应该是也是可以的，用它 ID 来指示它。然后你这里运行这个 container 的话，也可以把它，就是比如说你改了修改了里面的一些设定呢，也可以把它这个重新再容器化放到这个 hub 点 docker 上面去，然后建自己的这个目录，建自己的 docker， 然后你要是更改了这些设定的话，其实其他的人也可以共用这个 docker 这个 image， 然后所以这个 docker 常用的这些命令。常用的这些命令啊，你要运行的话要指定名字，它就这个在 desktop 里面的话，这些命令都可以用 Docker desktop 里边用菜单这种来实现。然后我们想进入容器的话，那当然在这个Docker 就是Ubuntu 里边啊，或者是什么 Linux 环境里边，我们可以直接敲这样的命令就进去。你只要知道它的这个 container ID 或者名字，那就可以进去。然后进去以后，你就是跟普通的这个，因为这个 Docker 的容器里面基本上都是 Linux 操作系统，对吧？都是 Linux， 它有 CentOS， 有这种，也可以是 Ubuntu。一般的用的多的比较就是 Ubuntu， 然后进去以后，你可以执行这个 Linux 的命令。用这个 Linux 命令，然后如果你想进去以后，就是以 root 身份登录的话，这里有这里有用户名的选项，然后还有这个泄露的选项，是用被泄露，也可以选别的。然后进去以后呢，我们可以去看它的项目就是这个，就是进到这个 home 下 GitHub 的 APP 这个目录下面，然后，因为这个 Docker 嘛，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些，需要用 npm 啊，或者是用 yarn 来安装的东西，它已经应该是已经装好了。那我们可以进到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打这个GitHub 的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命令。然后在这里面生成这个项目，生成项目以后你用这个 MVNW 就可以对这个就是进到这个项目里面了，就对它进行这个编译，编译，编译完了这个命令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叫这个 mapping lapa 的命令。这是叫 mapping lapa 的命令，mapping lapa 的命令一旦执行了以后呢，你就它会编译和启动这个东西。因为前面我们在 Docker 里面我们提到共享了三个端口，对不对？那在这个那就通过外部，你就可以对这个三个端口进行访问，进行访问。第一个是比如说8080是访问应用程序，还有这个3000的端口和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端口。然后，如果你是，那公司在公司如果是使用了代理的话，那你就可以配置需要这个，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你进到这个 container 里面，你需要这个配置这个代理，配置代理变量环境变量，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这个可能通过外界访问的这个 Docker 里面访问外界的服务器的时候，它需要这个代理 HTTP 代理和 HTTPS 的代理，这样这个。
这个容器才能访外面的这个网络。这个代理一般长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需要访问的用户，就是密码，就代理服务器上的用户密码和这个服务器的名称或者地址，域名或者地址，然后端口，这是一个是这个代理服务器的这个地址。行，然后这个如果你是用 NPM，因为你在这个多个里面啊，你想重新装一个什么东西，可能你需要使用 NPM 命令，对吧？但是 NPM 命令需要访问外部的服务器。如果你是需要这个外部服务器需要这个端口的话，需要这个代理服务器的地址的话，需要这样去设置啊，需要这样去设置。然后设置完了，他把这个设置的内容记录在这个 NPM RC 文件里面，这个代表当前用户的根目录，当前用户的根目录。然后把这样的东西记录到这个服务器里面，下次你去用这个的时候，它就会使用这个配置。关于样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用样的 config 命令去配置。然后 git 呢也是需要配置的啊。git 的话，你如果使用了代理的话，也是需要去设置这个 git 服务器的这个代理，然后它是可以保存在这个里面的。因为 Git，大家会经常需要用 Git 去把这个代码 push 到自己的这个，比如说 GitHub 上的这个库里面。然后 Maven 的话也是需要，这个我们讲 Maven 构建的话，那就经常会使用到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用了代理的话，那你的 Maven 构建也是需要就配置这个代理服务器的地址的。然后用 Maven 它那个下载的库缓存都在这个当前用户的点 M2 的这个目录下面，所以说你在这个目录下面，编一个 settings 点 XML 文件，把这个代理的信息，这样填进去。Maven 的话，你就执行这个 Maven 相关的命令的时候，也是可以。然后这个 Maven 这个包装器，包这个我们叫 Lapa 啊。包装就 Lapa 也是，它在这项目的文件夹下面创建的啊，创建这个 JVM 点 config，然后配置相应的这个代理服务器的地址，这个就是在执行这个，前面的那个是针对于是标准的，Maven 的这个工具执行的时候，你要用代理对吧？后面这个是用 Maven 的 Lapa 的时候。你需要配置代理的这个地址地方，怎么把这个代理的这个 host 这个 port 和 username 密码配置上去？然后 grid 也是一样的，grid 构建还有也是要配置的，还有这个 grid 这个 lapa，不知道它有没有啊？还有 Docker 啊，我们现在我其实倾向于大家，如果能用 Docker，尽量用 Docker 吧。Docker 的话，会让这个就是操作比较方便一些，操作比较方便一些。然后这个原生的 Docker，原生的 Docker，然后Docker 需要修改的配置文件在这里。然后修改了以后需要重新启动，需要重新启动。然后这个多核里面如何配置这个代理服务器？我们其实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如果是在公司内网里面，可能真是有啊，真是有代理服务器，因为这个安全的考虑。但是我们公司比较小，就是直接，就所以说有时候安全性考虑的不是很充分啊，所以说这里。内部基本上没有这个配置这个代理服务器的，然后配置完代理服务器，我们后面需要配置 IDE，
IDE 呢，就是正常情况下你其实没有 IDE 也可以去开发呀，然后需要我们编程器就可以，但是我们还是最好使用一些这个IDE。通常的这个有这个 Eclipse、IntelliJ、VS Code 和 NetBeans，这些都用过。这里具体的，这个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使用啊。其实除了 NetBeans 我没怎么用过，其他的这个都是比较常用的。然后 Maven 和 Grid 这个构件都会有，这个 Eclipse 里面采用 Maven 构件和 Grid 构件。然后 Maven 构件完了以后，你用 IntelliJ 打开 IntelliJ，其实感觉功能上比这个 Eclipse 还要强一些。你打开它里面原来有的配置，这个 IntelliJ 都会直接认，会自动把它导入到 IntelliJ 里面。但 VS Code 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方式，Maven 的它只有 Maven 的这基础的构件，哦，好像 Napa 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个也会自动认，这个 VS Code 呢，现在我觉得是个万能的编辑器，各种这个就是开发，包括这个前端的、后台的，都用它编辑都可以，甚至就是这个网页设计啊这些，用它编辑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进一步看这个 Docker 和 Docker Compose。刚才我其实简单的讲了一下 Docker 的命令啊，然后 Docker Compose 呢是管理你有多个 Docker 的时候。是怎么去管理？可以用 Docker Compose 管理，也可以用 Kubernetes 去管理。在云端的话，可能很多是用 Docker，用 Kubernetes 啊，这里面它可以做集群，可以做集群。然后 Docker Compose 呢，只是说，可以管理多个 Docker，大家都独自运行这么一个东西。我们看看这里，可以这个管理的这个。步骤啊，描述先决条件，构建应用程序的多个镜像，为多个应用程序产生自定的多个 compose 配置，使用数据库 Elasticsearch，使用了 keylog 常用命令，内存调整，什么意思啊？这里面呢，就是多个可以帮我们做一些什么东西，帮我们做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构建数据库。对吧？把数据库放一个 Docker 里面，Elasticsearch 放一个里面，然后这个 Sona 呢，Sona 是这个，就是应用程序的这个发布的这个库好像是，然后 Keylog 是认证的这个服务器，对吧？这些你都可以构建独立的 Docker，然后让他们相互之间这个通讯，然后。对吧？你改哪一块，你直接修改哪一块就行了。而且很多是工具，一旦构建了以后都可以重复使用的。描述啊，这个 JHelps 的提供了完整的 Docker 支持。其实它是什么叫完整的 Docker 支持呢？就是它是使用，对于使用 Docker。就是把这个不同的这个，就是你开发出一个子应用啊，你把它放在一个 Docker 里面，然后，这样的话，它这个相当于自带操作系统，这个就部署的时候就方便，不需要就是去安装。有时候像 Java 的这些安装程序啊，有时候很复杂的，很复杂很麻烦。然后这个多个的话，可以用 Docker Compose。或者这个 Docker Swan 去管理，所以一个 Docker 呢是由一个 Docker File 这个来定义的，就这个，然后 Docker Compose 里面可以引用这个 Docker 文件，然后既可以完成对这个 Docker 的这个构建，也可以完成对 Docker 的这个启动。然后先决条件就是这里面使用的 Docker 和 Docker Compose，这是跟我们那个，你不管是用什么管理吧，这里面都是可以的。
哇，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啊？包括这个，我们一般的就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可自己去操作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然后你应该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就先解决方案，像这个里面，你可以这个进到 Docker 里面，然后安装这些某些 package，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退出。退出一按一个一退出，它就退出了。我们每次那个，因为这个我看啊，这个可能每次需要讲比较多，这个内容特别长啊。这个当然是涉及到这 GitHub 的，是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系统，要把它完整的学好啊，用好啊，需要很大的耐心啊。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